你醒了，赶紧起床吧，衣服已经放在那边了。明天就是耶诞节，一会儿的训练可要好好表现，这可决定着。喂，这都能忘掉吗？所以你要加油。对了，这是我做的贺卡，你把名字签上就好了。衣服就在那边的椅子上，换好之后就出来吧。林浩应该已经在外面了。
我的小雷娜塔。那真可惜，北极蔷薇的花期已经过去了。明明已经叫过他了，怎么还不来呢？算了，再等他一下吧，你可以趁机再闲逛一会儿。又到了像狗一样独处，没人能命令我。可是，放心，那这椰蛋礼盒就交给你了。快来帮我看看。看起来有美。哎呀，训练就要开始了，我先走了。明晚的圣诞舞会，你们可要记得提前找好舞伴。训练要迟到了，快跟上我。林娜塔，抱歉，真是个安东，算了，这些人根本就是傻瓜，你们快过去吧，院长在等了。怎么只有你们两个？院长爷，爷爷不用担心，他。我的小雷娜塔，你真是这冰原上最暖心的小花了。好了，这是你们的武器，一会儿可要听好我的指令再行动。
安东，轮到你这么简单的测试，你们居然用了这么长的时间。送安东回去。雷娜塔，你怎么样？啊，安东他……安东吗？的博士，你应该清楚我代表谁而来。如果你无法展示你的研究成果，我们对孤儿院的资助将立。看来这一天终于到来了，欢迎你，邦达列夫专员。专员，以往每年补给船还有孩子们，可今我才觉得真是您完基因，我在他们既是我的研究物件，也是今天的训练。让我猜猜，去准备对首都运来的巧克力喜欢吗？本来准备作为圣诞奖品的，不要告诉别人哦。
我就当你答应了。你说，大海的另一边是什么样的呢？海那边的人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吧。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看到他吗？你说，你想像他一样自由地在大海中遨游。如果真的有那一天，希望我还能和你并肩站在一起，很高兴能有你在身边。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孩子们不要着急，这一次的礼物啊，每个人都有。你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布置好圣诞晚会的场地。慢一点，我伤还没好呢。嗨，维拉！哇，快看呐！哇，真的好漂亮，亮亮了！我亲爱的孩子们，经过白天，安东，你们也等他，所以唱歌跳舞吧，在这个美好的夜晚。哼，我走。林浩呢？哼，真是。安东，我们走。只有知道了，我是爷爷。没想到，哦，有的了。他们会先获取羊群的。你是说？你觉得呢？算了，耶诞前本，所以回去睡觉了。
那一千年来，撒旦会从监牢里被释放，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哥格和马哥，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的人数。不要拒绝，也不要提问。我讨厌解释，更不接受拒绝。接下来的精彩表演是专门为你准备的。见证神的降临吧。我的神啊，这是一条龙，那些传说都是真的。自从自上古以来就统治着整个世界，他们在黑王四大领主的带领下奴役着其他生灵，为了反抗压迫，人类因下灵血成为了混血种。我们的龙的力量，战争爆发，面对着混血种军队与叛变的四大领主，即便是至高无上的黑王也难逃陨落的宿命。而属于龙族的荣光随之熄灭，人类成为了世界之王，复仇的火焰烧向了四大领主与残余的龙族，被迫藏匿于世界各地，在沉睡中等待着新王的召唤。但人们不知道的是，高纯度的龙血对于生物来说是致命的毒剂，但是一旦经过稀释，就是最好的催化。这些培养母领生物就是你动物实验的结果吧？是啊，看看他们，北极熊
生长出了携带电荷的红色，蛇从背后长出了蜻蜓状的羽翼。如果把这项技术用在人体上，难道说那是孩子？当然，孤儿从来都是最好的试验品。来吧，见证一下混血种的力量。啊！请向他开枪，专员。安东的能力是将领域内的空气化为胶状，这种能力的物理原理我们暂时还不清楚，但你已经看到了它的惊人威力。安东甚至能用空气把高速子弹的动能瓦解，那意味着我们可以组建一支完全听话的混血种军队，然后主宰这个世界。当然，所以，专员，替他结束痛苦吧。一个名为卡罗，现在看来很难找到比，但您的研究很。如果是这，我们即将那些孩子呢？这些线，邦达列夫阁下，就让黑天鹅港彻底消失吧。Thank you.
白冠副将，白冠副将，即将到达预定位置。高度6000，航向50度，封锁该区域，开始执行天鹅之子任务。
下去。很高兴能有你在身边。如果真的有那一天，希望我还能和你并肩站在一起。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清除行动完成，将古龙的遗骸装上船。我的小雷娜塔，我说我送你一份，我与你缔约，从今往后我将始终把你带在身边，不彼此抛弃，不彼此出卖，直到死亡尽头。你醒了，有个人在等你，跟我来吧。校长，他来了。